剪头发。哎，前面哦，没有位哦，我就想要放前面，没有位。嗯。啊，这前面呢？我还是。他头发很长。就是嘛，他讲他头发像公鸡啊，太长了，因为他短啊，放起来呀。谢谢你啊，这。啊，是吧？我这次老了没有接近啊。看啊，看车啊，很多车。一下子他剪头发，我车锁住了，一下子。你问安迪像公鸡吗？他自己讲。